因为里面呢，你看就知道那个好多漫画放在里面，还有就是很适合小朋友看的，因为近期大家都觉得好多剧都是咬着爱情去说，这一个剧了，我跟男女主角之间呢是没有爱情的，是友情的，还有就是每一个 case 都是好人跟坏人也是很清楚，大概大家就是不需要 focus 去找哪一个是坏人，所以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剧。 我们都说希望可以有声的一批观众去看，就是小朋友，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剧，因为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很比较要思考的剧，所以突然之间有一个大家只是要大家看然后开心的剧也是挺好的。今次的主题都好特别吗？里面是有。 几个的造型的，是因为我们查案的时候要去做一些造型去融入其中，所以就挺好玩的。